好，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转播看即事留言送好礼。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，是我们北大长跑的志工左梅蕊小姐。来，哎、欸，梅蕊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那这边呢，这很重要的、啊，就要想要请问哦，梅蕊担任志工应该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从头开始到现在，所以超过30次有了。30次，对。没有的，忘记是在这边的场地的时候吗？哦，那差不多是20次左右。刚才我们的建民有跟我们提到，我这边这个在台北田径场，这是举办了第20次的这个比赛。那想问一下梅蕊说，我们在这个当志工的过程当中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？印象深刻啊，其实还蛮多的，因为像有就像今天像有从那个苗栗来的小朋友。他们苗栗来的，他们已经连续来了大概有5-6场，每一次差不多4点多钟，他们就已经来了。4点多钟就到了。对，那我们应该是6点钟才开始报名嘛，那就会很心疼那些小朋友，会让他们先犯规下，让他们先写单子，到时候就。导播不好意思没有消音到，但是因为是小朋友，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给他们鼓励哦，因为是特别从苗栗上来的小朋友，哎，是大概几岁的小朋友？国中生这样子。国一，今天还有一个小女生是国一的，国一生，跑21分多，然后他们里面优秀的跑到18分多，他们都是田径的田径选手，对，他们学校的田径队是，对，那当然这边其实大家就会为什么会特别要从其他远从各地要过来，那当然就是相当非常的信赖哦，我们这一次这北大长跑来为大家准备这个比赛，它不管是成绩也好，还是我们志工的服务也好哦，都是在台湾首屈一指的。那这边每次都要跟大家打广告，12月30号还有一场哦，那这个大家记得要尽快的来报名。那想问梅蕊说，你自己也有下场去跑过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我没那个胆，我可以混。是可是如果说真的到那个赛程里面要这样子去凑5000，我应该是。要闪远一点，没有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其实对于当选手还有当志工，那在我们的推广跑步运动来说啊，其实它都是不同的体验。因为选手跟志工，你一个是亲自参加比赛，一个是享受那一个服务的一个热忱。对，像我在梅蕊的眼睛当中就感受到那种服务的热情。如果说我有来参加比赛，有像这样子优秀的志工团队来帮我们服务，对选手来说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。对。就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跑步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一起来运动，大家一起开心，就是这样子。是。好，那不知道对于我们今天参赛，或者说未来可能来参赛的这些网路前面的网友们，梅蕊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？就是如果未来他想要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因为这个是很热门的哈，那。很多朋友从远道而来啊，有时候没有报到名，我们会觉得很于心不忍，会都希望他们来跑。可是因为有的时候限于场次啊，人我们要计圈的话，怕不会有那种失误性哈、啊，所以有的时候没有报到的话，还请各位多多原谅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尽量是让大家下来跑，可是如果说人数真的是太多的时候，会有 miss 的时候，会功亏一篑，就大家都会不开心了。不会，当然这是非常已经很感谢。这个长跑协会举办这样子一个活动，那所以说我相信呢，我们台湾的跑友也都是高素质的跑友，我们对于这些比赛的志工呢，我们绝对是抱持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。那我们也再次感恩这次北大长跑，谢谢梅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对，拜拜。